不好呀，那真的不好呀，那一拍巴掌嘛，我觉得有劲了。那么再来一段，啊，就来一段啊，好吧，我再帮他唱一段，那大家比较熟悉的，我们《智取威虎山》里的那个“今日痛饮庆功酒”，好吧？今日痛饮庆功酒，壮志完成誓不休，来日方长显身手，干洒热血写春情。先是老巧，以哪能为喜的那是的吧？帮你打打的。2007年9月6号，关栋天在金色大厅维也纳金色大厅唱响他的个人专场，是上海交响乐团为他伴奏。一个在阿黛拉就是帕瓦罗蒂《我的太阳》，用意大利文唱，一日夜里向唱，早上向帕瓦罗蒂得到消息，随后。你就不想玩，你就啊，哎，这个是他这么说，很巧合的。好，继续我们现在的笑谈30年。其实呢，一个社会的开放，包括改革开放啊，是从什么时候起步的？其实就是我前面说到的意识形态领域开始改变的，开始萌动的，对吧？那我们现在啊，就走过的这个30年。阿拉从三个字在大惊小怪，这个看不惯，那个看不惯，这个吓，那个吓，到现在侪无所谓了，见怪不怪了，侬讲是吧？侬讲像阿拉老早小辰光70年代末个辰光，我是蹲辣搿外宾开放单位，就上海实验幼儿园，我蹲辣里向，后头搿阿拉阿姐她我是把尼克松抱过去嘛，1976年哦，尼克松是搿搭阿拉家乡搿搭我抱来，我小辰光皮，我马上去摸伊只手。有毛老多，小姨们，搿辰光看到外国人勿得了，多少细节！哎呦，外国人，因为啥？外国人身上有相思嘛，又觉得多细节。外国人，现在才晓得，伊拉脱相思，因为伊拉有狐臭。好，我们所以现在对很多事情都见怪不怪，我们现在的嘛，大众心态都越来越包容了，对吧？至少我们现在也承认李宇春是女的了吧？老说你不可能啊，对吧？这个李宇春歌，林宇春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歌手，不错，对吧？她也解答了我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。小辰光大家侪读过一本书，一只古文叫《木兰从军》。我这个我当时我不相信，木兰从军怎么可能不被发现呢？不可能的。我都认得李宇春以后，我就晓得了，哦，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。
有道理。其实原来我们对美的那种概念还是有偏误的。为什么呢？美并不仅仅是唯美，对吧？李烈从当代艺术还讲究一种神丑怪异的一个综合，对吧？李宇春他也代表一种美，什么美？中性美。虽然老百姓现在有交关粉丝，包括我自己的粉丝，再看我一上去我欢喜这个小姑娘呢，我觉得这个小姑娘对吧，蛮阳光的，而且呢有爱心。你做过交关公益事业，我当时电脑里向马上打开来一看哦，李宇春一张海报，老漂亮小姑娘，老阳光的。我就是计划生为委员的一句标语，叫生男生女一个样，有道理。还有我们看，这个三十年所走过来的路，我们的许多名词啊，也在暗暗的变化，甚至有时候名词不变，其词性转变，甚至于走到了反面。侬比方讲，原来就大家不是在讲小辰光七十年代。还没改革开放，看到啥人做点小生意啊，按摩器侪要剪脱，叫啥？叫投机倒把，对吧？投机倒把，原来了，同志们抓牢你，投机倒把贩卖一次品，对吧？当有两只版本了，一只版本是同志们抓牢你，投机倒把贩卖喇叭布，对吧？现在投机倒把不叫投机倒把，现在属于高尚的职业，现在投机倒把。叫中介，对吧？原来老单薄老难听的，现在叫啥？现在叫物流，对吧？包括我前头讲的从打桩模式，老早你打桩模式出身，后头混得来老好，现在已经不是打桩模式了，现在已经变成操盘手，变成股评家了。哎，你看电视里有广告，哎，我们现在起来了。股市的专家某某某某某，这位是股市方面的专家某某某某某某，这个简直是拉杠。